手摇椅。如果在疫情的非常的健康，就是手摇椅是很健康。我们也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对。这些哪些的零食，他们也是会想要吃这些细碎啊，但是我们要就是要吃的健康。对。啊，这个是杏仁，是很好的东西。对，而且我们杏仁量算多。对啊，杏仁的话，它本身就是也是止咳嘛。然后对，止咳。然后它又是偏咳杏仁粉。拿起来，你当了吧。打蛋鸡几两店？打蛋鸡碎点汤，多来一点。这个我俩还要差点子。我觉得照顾这件事情是很多社福团体都有在做，红道也在照顾几百位独居弱势的长辈，但是其他那么多长辈，2025是超高龄社会了，那这么多长辈突然爆炸，那由社福单位来照顾一定来不及，应该是个人要自己去调整自己的生活形态，让自己可以很开心的慢慢变老。所以会发现我们后面的中高龄我们都直接叫名字，我们从来不叫后面不称呼阿嬷啊、阿公啊这种东西没有，因为我觉得大家如果透过社会参与、透过学习，其实应该会越活越开心。来这边就是可能会看到老朋友，你也可能重新交到新朋友。那所以这也是当初我们跟王医师跟李药师在聊的，这里怎么可以变成一个客厅感，而不是一个纯照顾空间？对，那我也觉得很开心，在这一年多的努力，透过我们两个伙伴，就是这边陆陆续续有一些穿搭的课程，我们现在每两个礼拜有共识，将近有来到15到18位的20位的人会来这边一起吃饭，但不是我们煮给他们吃，是他们一起来煮饭吃饭。我觉得那种是很有趣的，就大家会说，哎，我两礼拜会有一个就是聚会。会在这边产生，它不会是把你绑在这里，你一定要来这边打卡被照顾，没有，我就是一个行程的安排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们当初云林好客厅想要传递给大家的感受，希望可以越来越多人可以走进来。刚开始做整个礼盒设计，因为我们今年是第一次，就这些长辈受这些我们姐姐们培训完第一次做贩售，但我们其实前面有一些是可能大家想要做吃点心蛋挞或者是奶酪啊，是可以做预购的，但是有这么大量的中秋礼盒是第一次，那我们所以其实在月饼的数量上我们不太敢一次冲太高，所以这次我们设定的礼盒是希望走回想到以前老人家讲变都是爱贵得，这个是一个很习惯的过程，你去发现我们这边呢姐姐们阿公们或是这些大哥们来这边一定会自己去泡茶，他们甚至有的把茶叶来拿来这里泡，就是其实喝茶的习惯还是存在在一些大家就是的生活安排里面，只是刚刚跟经理聊到，现在大家年轻人更习惯是那个一杯手摇饮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透过这样的空间设计，让大家有机会坐下来，就有机会变成泡茶的动作，所以在你的设计当初是希望讲面会美，所以我们又想到就是新南海茶道是我们彰化在地的茶行，就是开始发迹，那后来有了手摇饮。那很开心，我跟他第一次提案，他们就是真的就是一口就答应赞助我们这一次的两款茶包，分别是我们的那个桂花乌龙跟茉莉包种两款。然后刚刚跟经理聊，这也是他们今年新推出的款式，也会参加我们彰化的十大伴手礼，所以我觉得那个里面的味道跟内容绝对是不容我们质疑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就是会有三路的月饼，那这些月饼都是由我们彰化高龄长辈阿姐姐们一起做的，会由我们的伙伴来做教导。第二个就是我们不会有多漏掉，月饼我们总会持续努力的，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边的那个杏仁瓦片是两包，那这两包杏仁瓦片当初会挑这么多的饼干挑杏仁瓦片，原因是因为这里是我们做了之后做了很多种饼干给这边的人吃，大家第一名指定最好吃的就是杏仁瓦片，因为我们这边姐姐们做出来杏仁瓦片真的很薄又很脆，然后杏仁又铺得非常的均匀，大家等一下可以尝试看看。所以我们的组合就会有三种，就是我们的三路月饼、两包杏仁瓦片跟我们5包南海茶包这边提供的茶包。那这样一整组的话是目前售价是480元。那如果是在9月3号前跟我们这边做预购的话，就是会达到95折哦，没有达到5折，因为很难啊，因为我们
OK， 然后愿意出来重新交朋友的一些中高龄姐妹学这些手艺，做了月饼义卖之后，其实扣除成本，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让这样的盈余可以再回来我们红道做我们在做中高龄的弱势的照顾服务，或者是提供更多元的社会参与的活动设计给现在的这些即将迈入中高龄、即将迈入老龄的这些哥哥姐姐们这样子。对，所以我们的定价场就是这样做安排，哎，希望就是透过年纪的会让大家更熟悉我们当初怎么做设计。以上，谢谢。真好哦。但是我想建议啦，吼，当然将来咱有要行入这个贩售这个领域吼，所以有较细粒淡薄。我唔知讲你即摆是做的是啥，一个是多重，够咧钱。有啦吼，有啦。就是装在这个盒子里面的是大概一般的大小，啊，你外口遮有较量一寡，就是讲咱若要甲人外口要比一下吼。另外那个杏仁瓦片哦，做得相当成功。证明什么一个代志呢？就是讲咱这哦重量哦，恁拢差不多一个范围。因为这你若较少、较侪，烤出来的颜色会不一样。你真正看，那个颜色拢已经很均匀了。好，不要是讲大家制作料的过程哦，非常非常好。另外，我等下来楼顶看。我提供迄台烤炉，好，等下再来看。因为咱若要进入这个生产线哦，其实光靠楼上的那个那两个烘炉，那个烘炉、旋风炉、热风炉哦，要补充的。啊，但是困难，哎呀，咱若免讲要求什么。啊，我伫遮吼，愿意讲提供一寡这个产品的一个资讯。好，譬如你能够做百块，我嘛我都给您提供啊。你们的非常的健康，这个老板非常健康。我们也是没有任何添加。对对对。